哎，卢生，我的命苗，严谨些，严谨些。哎，好，谢谢。是恁个去嘞？这个上个星期，我们厂子有400多个职工，其把那个马路炸了。说这个有我的有3个女职工，生了畸形儿，用厂子的责任，要得法院去告我，所以你要找你噻。 哎呀，我们化工厂，我们厂本的，晓不晓得本？哎，晓得。晓得噶？我们厂本的化工厂本就有那个化学产品有些毒噻，所以他就搞起来了就很麻烦噻。前几年就太平得不得了，这两年来了几个小青年，那到处去收集我的这样数据那样数据，把那个。 啥子癌症啦、肿瘤啊、妇科病啦、啊，这样那些全部打到我们厂头脑壳去，你想不到是麻不麻烦？哎，这个那是蛮大的道理的，人吃五谷得白米嘛，啥子肉可以算到你工厂的脑壳？哎，你想不到？